满满的奶黄。但是他儿子最开心的事情，因为要吃好吃的。来了，宝贝，欢迎进入休息时间。我是小太子，今天吃的是六个口味的雪媚娘，然后我还想吃炒泡面，但我们这边没有做的好的，所以我就找了一家麻辣香锅的店，炒了一份泡面，加了点配菜。机智如我，先吃这个奶黄的。是那种咸甜味，挺好吃的。像是在吃咸蛋黄，咸鸭蛋。第二个黑芝麻，哇，里面是满满的豆乳酱。抹茶的，这抹茶吃不出苦味，不管吃什么都喜欢点蟹排。近一点。点了两个圆圆的东西，淡定，巧克力，说实话就是它味道都还行，但是这个饼底因为油脂吧，可能太硬了。来回切换真的太爽了。选一个紫米的、芋泥的，那就芋泥的吧，芋泥的经常吃，紫米的吧。哇，好多紫米啊。嗯，这个还怪好吃的嘞。
我要留一个今天晚上跳舞结束以后再吃。哎呀，这下面都是油，不是，太油了。你们那边今天多少度啊？真的是受不了夏天，冬天的时候还太冷了也受不了。OK 哈，我已经。